舞蹈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来，宝宝们把瑟瑟的表情走一走哟。
关注啊，直播通知。我们选一下下一首歌。然后喜欢呢，首先我点点头顶左上方带翅膀的桃心，带加号的桃心就可以关注到小乔了。然后电脑用户点点视频右下方的直播时通知我，右键关注一下一麦。手机用户点点头顶左上方有一个黄色的桃心，就可以关注到小乔了。给你们那个下一个舞蹈，宝宝们选一下。第一首，第一首是招待，第二首是成人礼，第三首是因为从无到有。三，来你们选一下下一个舞蹈的歌。三二一，好，选了成人礼。感谢这个的哥 double me 送的棒糖，谢谢。选了成人礼，然后我们选一下下一套服装啊。下一套服装，一是黑色野猫套装，二是一个复古的连衣裙。要黑色的小野猫套装还是复古连衣裙？三二一，好，是第一套，我看到了啊。感谢宝宝们的配合，给大家跳一个成人礼啊。来，宝宝们把色色的表情走一走。感谢浪西哥，谢谢来送礼物宝宝。
哦，不好意思，刚刚忘开麦了，没有点直播通知我，点点视频右下方的直播时通知我。右键关注一下一麦，手机用户点点头顶上方的关注，头顶上方的关注记得要打一个勾，头顶左上方有一个黄色的桃心，这个地方点点黄色带加号的那个桃心就可以关注到我喽。然后电脑用户点点视频右下方直播时通知我，直播时通知我打个勾，然后给大家跳一个期待啊，还剩下90多秒，没多少时间了，关注赶紧点点关注哦，不然等一下就突然间消失了。下一个麦序给你们那个9:30到9:45给你们跳那个猫舞啊，就穿猫猫套装的，然后你们记得关注我。그여자랑